你出口哈、哦？不是，我要来报案说。来，身份证资料给我一下。好，这样是耍白痴，我是自己送头的。问一下酒后能不能开车？不行啊。那、啊、不行，你们怎么开？我请代驾。代驾人呢？就是撞到我车就要走开，我家离开，我要来报案哦。不知道这个车怎么到这边的？是真的，开的没？我要就是什么代驾？给你出口哈、哦。不是，我要来报案说。来，身份证资料给我一下。好，这样是耍白痴，我是自己送头的，这样啊。啊，不要这样，我们要怎样？那个、啊、放走。对，我送漂亮 是送茶叶。送茶叶，你送得起啊你？所以说是你自己开车的嘛，没错嘛。所以说你本身就有一个驾驶行为嘛。你下来之后才发现，哎、欸，疑似有酒味。问一下酒后能不能开车？不行啊。那、啊、不行，你们怎么开？我请代驾。代驾人呢？就是撞到我车，我就要走开，我家离开，我要来报案哦。不知道这个车怎么到这边的？是真的，开的没？对呀、啊，这你怎么代驾？就事论事。What?